我是陳以一新，大家好。好酷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陳奕迅的模仿者，我的名字叫张小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涂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这发型也真像啊！谢谢，谢谢涂老师。他唱的是真的像，是真的像啊！造型也像。我刚才以为是后台别急放的音乐。别急，还有两个声音要听，看看哪个更像。一起聆听第二个声音啊！竖起耳朵。左脚累不累？左脚啊，我刚才也注意到啊，累不累？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习惯，你就会觉得累；如果是自己的习惯，就不会觉得累。对啊，他可能就是可能个子比杨坤稍微低了一点点啊，肚子大了一点点。因为杨坤健身健得很好哈，自律啊。你年纪比杨坤要大还是小？小，我80后，也80后啊。对，你扯啊？是啊，这上面不也你44吗？可别这样说，比我还大啊！有吗？有吗？写错了啊！写错了，写错了。对，大家看我85的，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来介绍一下自己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坤的大咖秀，我叫亚明，谢谢。好。哦，真的好像啊！接下来我们。